我这拉了个口子，要不然你也拉一下呗，这样就是两口子了。柴犬是我见过最好养、最容易伺候的狗了，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掉毛，无掉毛，可劲掉掉掉毛。哎，你这被子怎么了？这辈子有没有被人拼过命？也许会不疼，我心砰砰砰跳，灵魂快要出窍，这感觉真好。哦，你对着我微笑，温度越来越高，怎么办才好？眼神朦胧，小鹿在乱跳，跳上了心扉。平时我们叫老公，在京剧舞台上我们就叫官人，或者是郎君。叫姐姐呢，我们就是姐姐。哥哥呢是哥哥。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直到无结局和起点吗？而岁月。花瓣颜色好，阿妹更娇羞。看那春水流流过小桥头，风吹歌声飘飘过地。哥，我回来了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。啊，回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好朋友林凯。